哎，终于到我了。胖妞，你有几颗小星星呀？小星星我没有。没有小星星，那你领不了粘土。哎呀，别呀，老师，他们两个小星星从哪里来的呀？这个呀，只要你做好事，别人呀就会给你小星星的。啊，老师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好，那你快点回来呀，胖妞。走去，走走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抱这么多书不累吗？怎么不累啊？这是我下节课要用的。下节课要用，那我给你送到教室里面。哎，那是我放办公室的。老师，书给你放桌子上了啊。哎呀，胖妞，这是我要送到办公室里面的书，不是拿到教室里面的。那我不管，我给你帮忙了，你要给我小心心。还给你小心心呢，我要去找你班主任。哎呀，这不是白忙活吗？老师，这怎么突然间停水了？哎，校长，校长，校长，你是想考什么？我来帮你。你这是干嘛呀？胖妞，你干嘛呀？校长，你不是想把水扛到肩膀上吗？我来帮你。我好不容易把水扛到我办公室门口，我想把它放下。那你们早说。你给我机会了吗？哎，校长，这么重要，给我小心心。什么小心心啊？老师说帮助别人做好事就有爱心贴纸，快给我吧！你这算好事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地上，今天的卫生你来打扫，打扫干净，不准回家。妈，我也不懂，那怎么是我呀？哎呀，这胖妞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老师，我来了。胖妞，你的爱心贴纸呢？老师，别提了，我做了好多好事，可是他们都不给我爱心贴纸。不应该呀，只要做了好事，都会有爱心贴纸的呀。哎呀，我帮老师搬书，结果搬错地方了。我帮校长扛水，结果水洒了一地。哎呀，你这个是帮倒忙，帮忙是看别人遇到了什么困难，然后啊再去帮助别人。老师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能领粘土吗？不行，你需要做真正的好事才能领粘土。我现在就去做好事，别帮倒忙。